说起国潮风，大家一定都不会陌生，尤其是最近几年以国风为主流设计的传统品牌再次吸引了大众的眼球。国风作为一种文化输出，以文化为载体，以设计为语言，它并不局限于某一个领域或者某一种形式，各行各业现在都不乏佼佼者。而我手中这支青鸾，是一款专为爱好音乐的你而打造，让你感受到竹林中的鸟语花香和青鸾的祥瑞之气。打开包装，内附一个耳机包，一对可更换的导管，三副风格各异的耳塞套和一根 0.78 针编织线，独特的设计语言让竹林鸟青鸾外观犹如一对飞翔的翅膀。材质采用了新合金腔体，全金属机身，质感细腻，不光设计语言丰富，功能上也不含糊，两副导管也能让用户有不同的体验。白色三频均衡，红色相对比高频会偏亮一点，我个人比较倾向于白色，日常听的流行人声方面丰富一点，低频刚刚好。当然这个纯属是个人喜好，我们后面在试听部分好好享受一下，看你比较中意哪种。至于这些高大上的专有名词，大家自己看看就好，我就不一个一个的去说了。另外呢，我刚刚拿到手也确实让我吃惊，才200多块，设计做工、可更换导管和后期自由 DIY 的线材，真应了那句话，还有什么自行车啊。竹林鸟青鸾用户群为对音乐有追求、喜欢游戏、喜欢 K 歌的年轻一族。我手上这款为有麦的版本，搭载一颗高保真助极体麦头，效果怎么样？我们看看和我的 AirPods Pro 2在人声方面的表现，看看你更中意哪个。 OK, testing 1 2 3，你现在听到的是竹林鸟青鸾麦克风收音效果，采用 iPhone 15 Pro 内置音频录音 App 录制。好， Texting 1 2 3，现在你听到的是苹果 AirPods Pro 2代麦克风收音效果，采用 iPhone 15 Pro 内置音频录音 App 录制。 OK, 最后就是来实际听一听，多种风格的音乐下，竹林鸟青鸾是否可以打动到你。Wish I could, I could have said goodbye. I would have said what I wanted to, maybe even cried for you. If I knew it would be the last time, I would have broke my heart in two.Trying to save a part of you. Don't wanna feel another touch. Don't wanna start another fire. Don't wanna know another kiss. No other name falling off my lips. Don't wanna give my heart away to another stranger.Please don't you go, I'll be alone.
最后来总结一下，好耳机啊有很多，这个我们并不怀疑，但能在200块左右的价位上做到如此的表现，我个人认为才是符合大众所能接受的。竹林鸟青鸾极致压榨价格与性能之间的空间，让人人都可以享有舒适听感的权利。我是小鹏，我们下次再见，拜拜。